Hey, 大家好，我是边雷。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打算录一个关于程序员外包和甲方的区别。然后呢，我今天有幸的请到了一位好朋友，他是之前在外包和甲方都待过的人，所以准备做一个小小的采访。那你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在外包做了多久？然后，我大概是2018年开始入的，然后就一直在外包做。2018年到2022年，4年了呗。对，大概是。然后现在在甲方待了多久？甲方的话，大概就是从5月份入的职，大概半年了。大概半年啊。我就先问面试吧，就比如说你在外包的时候面试和甲方面试的这个难度怎么样？难度上的话，其实也要看，但是整体来说会比这种甲方要简单一点。就外包，就只要你能干活，他基本上就 OK。所以他的这个面试的话，就说偏向的会简单一点，基础的更多一点。基础外包多一些。那甲方可能更多是不是考验你的一些，比如说实际应用解决能力啊？对，可能会有一些实际的线上的一些问题解决啊，这些问题。你可以举个具体例子吗？比如说他当时面试你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之类的。就比如说，他会问你有没有，先从简单到难嘛，然后先问你有没有用过像 Redis 这种中间件啊，然后用 Redis 你都用过哪些什么东西啊，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就说。后面问你有没有类似，有没有碰到过什么问题啊？有没有解决过线上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后面如果你说没有，那他就会解决他们实际碰到的一些问题，问你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对吧？那这个面试一般是几场呢？就跟那个外包是一样的吗？流程？面试的话。一般的话也就是1面到2面吧，很少有3面的，除非一些大公司。1面2面都是技术面吗？还是什么？1面肯定是技术面嘛。2面的话，就要看你这个面试的岗位。比如说你可能如果面试的岗位高一点，他可能就说有可能会增加3面。因为像我现在目前是一个在这个公司是一个中级的开发岗，然后你4年才中级啊？这也要看就是说这个个人的能力嘛。他给你定的是吧？对。那当时面试的时候，那个你找的投简历的时候，他写的是招的是初级还是中级还是高级？简历上是没有写，就是招这个，就是招一个 Java 开发工程师。没有说什么级别。简单说一下薪资待遇上，就是总体对比，你感觉甲方会比乙方有不是乙方，甲方会比那个外包有什么优势或者是缺点？薪资待遇上，薪资待遇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在甲方的话，可能就是说这个社保啊、公积金啊，可能会比这个外包可能相对会多一点，但是具体多少，可能也因这个公司而异，是吧？然后另外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年终奖啊这些，外包大部分可能都没有年终奖。那你比如说公司的环境怎么样呢？跟外包比，甲方跟外包比？这个就看具体公司了，就是说如果你找到一些好的一点的公司，大一点的公司，可能那你觉得你现在的公司是属于大一点还是小一点还是什么规模？我们现在公司我们现在是顺丰下面的一个子公司。然后环境的话，公司大概有多少人吗？开发的或者是整个的？整个公司的话大概在不到200人吧。然后我们这个研发部门的话大概是在包括产品啊、测试啊、开发这些，可能在40-50人吧。
那你们这个公司还是主要以研发为主啊，感觉。也不是，就是可能其他的就还有像那个运营啊、销售这块，人也差不多这么多。那你们那些比如说 Java 后端有几个呢？大概 Java 后端的话，大概是在10个左右。十个左右。前端呢？前端稍微会少一点，前端7、8个的样子。哦，那有什么美工或者 UI 吗之类的？哦 ，UI 也有 ，UI 有两个。哦，是妹子吗？目前都是男的。啊，好吧，很多人会说什么外包和甲方技术上成长会有很大差别，就大家都不建议说进外包，就说可能会回简历，这个你怎么看？确实是有这样的，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就说如果你刚出来的话，就说想找不到好的工作，或者说培训出来的这种。找不到工作的话，可以去外包待一待，我觉得也问题也不是很大，可以学点东西，后面再想办法跳出来吧。你现在感觉技术上跟你在外包同样的，假如说都待半年的话，你觉得有什么差别？技术上的？就是说，机会可能会多一点吧。就是说你在外包的话。可能很多时候不会需要你去解决太多的问题，就是更多的是专注于这个迭代的开发工作，一些线上的问题啊，可能他们就说甲方或者说上面的人会解决，就轮不到我们来处理。然后在如果自己在这个甲方公司的话，就是说可能会多一些这样的机会，就是说领导可能会安排你去处理一些线上的问题，可能会线上的问题，对，就成长得更快吧。就是说碰到问题，大家会一起讨论解决方案。然后涉及的方面更广一些嘛，就是对。然后在外包的话，可能就安排你不断的开发、开发、开发，还是开发。哎，那我就有一点疑问了，那你在甲方不是开发开发开发吗？也是开发，就说但是说就是说，比如现在我要做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大家会一起去找个会议室，然后讨论，找个时间，然后讨论商讨这个方案，就说更多的这种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这个包括设计啊之类的，对，就你有发言权了是吧？也，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更多的机会嘛。但在外包的话，就是说，更多的就是说，别人给你定好方案，就实施就行，开发就行。哦，是这样，就影响到整体的方案发展方向，都可能会参与到，对，就局限了你的成长，可能不会站在前途考虑是吧？对外包待久了，可能就习惯了，就是说别人给你拿方案、拿主意，就。做就行。哦，那这么一说，感觉好像外包更专注的是一个点，或者说是别人给你下好的任务那种，是吧？对。所以你的建议的话，就如果是外包和甲方，假如说因为外包一般开的工资比较多嘛，那如果说你的建议，假如说这是一个比较初级的开发人员，那你觉得建议他是上甲方还是上外包？假如说外包待遇好，外包工资好，这是唯一就是说外包能够让人去的吸引人的一个点，就是他的薪资的话，相对工作年限的可能会比甲方这种薪资要高一点。那你的工作环境，比如说你的电脑啊，就是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电影里或者啥，可能一个程序员里面都配了两三个屏幕，然后都是那种顶配的 MacBook 或者是大显示器的这种，你现在的公司是怎么样的？其实也要根据你工作的需要来，公司可能会给你分配一些电脑，包括这个
台式机啊、笔记本都会有。那如果给你分配笔记本，有没有情况说让你在家里加班的情况？嗯，有啊，就像昨天晚上我还被领导大概十一点多的时候叫我去处理一些生产的问题。半夜十一点？对。那处理了多久？处理大概也要看什么问题吧，有些问题简单可能就很快，有些像昨天的话大概半个小时。那这种情况线上的如果说出问题了会马上安排人解决是吗？对，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商城嘛，就是说出问题了就领导他们的那边运营部门马上就反馈到我们这个领导这边，然后我们领导就协调人员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你们这边现在是责任制还是说值班制的？比如说今天我值班，所以遇到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叫负责人，我会自己尝试解决。一般都是因为我们有个群里嘛，他们把问题反馈到群里，然后找对应的这个模块的负责人。就是如果负责人不方便的话，或者说会找第二责任人，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模块负责的话可能不止一个人，就是有首要负责人，还有这个一些做这个备份的或者替补的这种。哦，这样。那这么一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加班不能少了，平时是吧？加班其实也还好，就是如果正常没有问题的话，像我们目前基本上周末也不怎么加班，我待了大概四五个月吧，加了两三次吧。就是周末一共才加了两三次，哦，那不多呀。也是双休吗？你现在工作？对，正常都是双休。正常都是双休。然后那平时工作有没有加班呢？平时也会有，因为就目前来说是也是两周一个迭代嘛，说在这个前面一周是开发周，后面一周是测试周。开发周如果这个进度不理想的话，大家可能也会自觉的去加班赶一赶这个进度。那这个加班一般是到几点？没有说到几点，就是说自己这个要能保证这个测试周能够自己名下的那些需求能够准确就行。哦，那还有一个想问的就是说，他们说那个所谓的归属感，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团建呀，或者是公司定期比如说员工的关照啊，具体我也不懂。对，就是公司福利这一块的话，就是说你在甲方可能公司就不定期的组织一些团建活动啊，还有一些像我们公司是做商城的嘛，有时候公司卖了一些东西也会拿到给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员工分享一下。比如在外包的话可能就很少会有这种待遇。还有一个想问的，就是说你当初为什么想跳槽到甲方？其实也没有说奔着一个目的说一定要去甲方，就是说在外包嘛，就待了两年，就感觉也没有什么成就感，就还是依然每天的这种做这种真山改造，就想着就薪资也你不提的话他也不会给你加，所以就想着跳槽换一个地方。好像问差不多了，你还有什么想问我的吗？反客为主。那好，谢谢。谢谢啊。录下来，这是最关键的一段。那好，这个的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然后谢谢大家观看，再见。Till next time on Lace Channel.